通气大落跑，三娃光屁股没奶喝。肚子有没有饿饿？对啊，觉得饿。觉得饿、哦？妈妈，我要。给妹妹喝一口。肚子饿饿。好。妈妈。台中这三个小孩的通气犯老爸，上周竟然偷偷落跑，将他们留给前妻照顾。没工作的前妻身上只剩100元，只能向警员求助。因为他爸爸跑掉，所以经济支柱都没啦。三个小朋友基本上是连裤子都没有穿啦、啊。然后听妈妈说，就是因为他们家已经没有钱了，那尿布部分也没有钱买，他身上也只剩100块，很难过生活了。他可能还蛮需要我们紧急的帮助，所以说我们就先拿2000块给他救急，也让他买那个尿布跟奶粉，你帮他联络这个社工部分，然后他可不可以协助他们家紧急的处置这样子。这股就是没饭吃啊，啊还好是因为有社工拿一些物资。动新闻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爸报道。